红屋啊，红屋，你们是不是很会卡啊？我是不是要没啦？扛住好吗？我们需要你们这个接什么火箭冲刺之类的，好不好？拜托，扛住！可惜，没有封窗哎、欸，还要玩这个点吗？不要好了，不要玩这个点，我们去取其他台。不给编呢、欸。主播，你想站着挣钱？主播也想啊。主播怎么快要变跪着啦？若杰，楼上还有一位。这里没得下去。不信仰吗？那信仰，你再信仰就输了。哇，他们都不太好追，都不轻易给我编的。没有白给的，都会跑，怎么办？没有二阶啊，没有二阶真的追人没什么压迫力耶。打二阶了。游戏开始吗？给机会吗？OK， 给机会，漂亮。可以再挂一个，编一下小弟，怎么可能？我宁可输了这场游戏，也不会编你们任何一下的，放心。啊，叫我编你们，这是人能做的事吗？啊，有补进度哎、欸。我很喜欢你的坚持，没错，这把我不会编你们的。可是相信我，你们我也可以相信你们吗？拜托，好好的去寻机好吗？我也想相信你们啊。跪着，是我没编到、啊，短了一点点吗？
还行还行，目前都还算有碰到。我、哦、好想背下去哦，这么卡挂机，吐了。才刚说我都不相信你们，两个直接开挂，两个直接不演我就挂机。两个在干嘛？快点动起来，动起来！那旁边蛮会玩的，不知道追不追到他。失误了，这边很赚，还可以再赚，还可以再赚一个那个，那个灾祸，这个跟灾祸，哇，怎么造的、啊？也算是蛮厉害的。就问一句，玩爽没？小弟对老大待遇不满呢，我没催你们两拳就不错了，在那边闲，嗯，看到一个又在挂机，怎么搞的、啊？我都特别给你们烧了紫配加红配，结果整场没有抓到半次。还在挂机，哇！必修哎，好狠哦！这里心脏很大哎、欸，说实话。还好我赌赢了，我赌他这圈会翻。这里心脏蛮大的、欸。为什么听到主播要编你们？你们在那边不做事，当然编啊！我一个一个编啊！看，都剩两台了。我的嘴骗人的鬼，我没编啊！但你们也做点事好吗？我这么认真努力，对不对？你们做事应该的吧？好啊，这边你们可不可以包抄敏敏修一波小僵尸？看来是不给包抄，好吧？我们这几台要控住，这几台守三。Thank you.
补好血，补好血，不要追他哈。继续控守山，这里有守山可以守。大雾的话估计来不及救了，我们就打守山就好。小僵尸，大雾救一波吧。对，我这边急需放倒他、欸。好，这样这边控的差不多了，可以去大屋看一趟。大屋进度最高，他如果过去就修开，那也没办法。阿追本来就走比较慢。快夸奖！你说夸奖小僵尸吗？哦，他知道我这里变得到吗？这么聪明的吗？好，还好没到啊。听错哎，真的在这啊！感谢你们的细心指路，我找到了。不是黑妹啦，跑妹，讲错了。哇，菜钩哎，没办法，这边还是要锤，然后放他地板上。我没有加钩了，那边没有加钩，所以就锤一拳比较实在。希望这边有个灾祸哦！我平常有在防手电筒，还有在扶老太太过马路，这边直接起效啊！有福有差、啊，这个真的很会扭哎，这个人玩得很好哎、欸。哦、小僵尸冲啊，抓他！哎哎哎哎，炮刀跟谁学的？炮刀！搞什么东西啊？没有灾祸可以挂，那我们挂旁边就好。跟主播学的乱讲，这把主播有炮刀吗？就问一句，有吗？这个放倒就剩敏敏了，我不知道敏敏在哪。你在这吗？感觉是哦。OK， 游戏结束。他们也快修完了，大屋还有刚刚那台进度基本上都接近快99了，快修完了。
大巫有踹过啦，所以大巫应该是慢慢在倒退了。那前面这台真的也快修完。啊，这刀怎么没中？完了，吐血，没有甩好。这刀感觉要中的、欸。哦，小僵尸靠你们了，刷啦，漂亮啦。感谢各位聊天室的努力啊，成功四杀。就认真讲这一把，这把对面看起来就是四牌没错。那真正的修八阶阶的进步意识还蛮够的，然后这你也还蛮强，他心脏很大。没有隐身了。不要踢我，不要踢我，踢漂亮啦！哎哎哎，踢啦！踢啦！